作为美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总统，林肯与肯尼迪的生平充满了各种巧合。1864年，刺杀林肯的演员布斯未经审判就被击毙。将近100年后，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刺客，在保安十分严密的情况下，成功刺杀了肯尼迪总统。然而，他也是在未经审判前就被击毙了。奥斯瓦尔德是美籍古巴人，工作地点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教科书仓库大楼。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总统的车队经过这座大楼时，子弹从大楼6层飞射而出。当时，肯尼迪总统正在向人群挥手微笑，沉闷的第一枪响起，他突然捂住喉部，紧接着是第二枪，子弹击中总统的后脑勺，打飞了部分头盖骨，鲜血和脑浆混在一起喷涌而出，飞溅到坐在他身旁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身上。与此同时，坐在一辆车中的德州州长康纳利也被子弹打伤，现场一片混乱。肯尼迪总统被立即送往医院，但他的心脏很快停止了跳动。President Kennedy has been assassinated. It's official now. The president is dead. There's only one word to describe the picture here, and that's grief and much of it. It's official. As of just a few moments ag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dead. 肯尼迪被刺杀时，身边保安环绕，因为他不是第一个，第二个。很不幸，也不是第三个遇刺的总统。在此之前，每隔几十年就有总统遇刺身亡。保安措施如此严密，肯尼迪仍被刺杀了，这让人感到异常惊讶。几小时后，中央情报局抓获了奥斯瓦尔德，将他列为总统刺杀案的嫌疑犯。警方发现枪击总统的 MC-6.5 毫米步枪来自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奥斯瓦尔德在上面签了假名，但奥斯瓦尔德对此矢口否认。仅仅2天后，奥斯瓦尔德在被解送到县监狱的过程中，竟然在戒备森严的警察局被一名夜总会的老板杰克·卢比开枪打死。卢比当时喊道，那人杀了我的总统。当时美国人都在电视直播中目睹了这一枪杀事件的经过。奥斯瓦尔德死前曾说过，我只是一只替罪羊。联邦调查局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案，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该委员会也被称为沃伦委员会。1964年刺杀事件发生后，沃伦委员会得出结论，奥斯瓦尔德是现场唯一的刺客。到了1970年代，众议院刺杀委员会进行了独立调查，他们的结论是，刺杀事件更像一场阴谋，现场不止一个刺客。50年来，各种阴谋论不断涌现，至今肯尼迪刺杀案仍是扑朔迷离的悬案。主谋到底是谁？真正的刺杀动机何在？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试图找到满意的答案。柯西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究竟是谁杀了肯尼迪？我认为现场很可能有4组凶手，而非一个刺客。柯西认为，整个刺杀计划是势力庞大的国际金融财团不愿意接受肯尼迪要创建的国际新格局，于是联合军方、情报部门等一系列组织实施的阴谋。而千夫所指的刺客奥斯瓦尔德仅仅是个受人指使的间谍而已。
奥斯瓦尔德被塑造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刺杀计划的部分内容就是让他被当作现场唯一的刺客。他的母亲一直说他是个特工，为政府工作。Oswald's mother always said that he was an agent. He was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林肯与肯尼迪刺杀案还带来了更多的巧合。两名刺客都来自美国南方。总统遇刺后，执掌白宫的两位副总统都姓约翰逊，同样来自南方。林肯总统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出生于1808年。肯尼迪总统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则出生在1908年。超越这些历史的巧合，柯西认为林肯和肯尼迪骨子里的共同点是他们对美式民主的坚定信念。林肯和肯尼迪都坚信真正的自由精神和真正的个人自主，他们都相信美国国父们在宪法中树立的民主理念。我相信他们被刺杀的原因是两人的报复太远大了。Well, Lincoln and Kennedy were beyond that, and they were both killed, I believe, because their visions were too far into the future. 从林肯到肯尼迪，从总统单独出行到特工环绕，从精神病刺客到刺杀阴谋论，美国总统的保安措施加强了。总统们的人身安全改善了，但肯尼迪的继任者们仍躲不过遇刺的惊险。在美国，总统是公众人物，根据宪法，美国总统和普通公民一样，民众可以接触到总统。这就是美国的平民总统文化，它根植于宪法当中。尽管美国总统遇刺概率高了一点，但美国人并不打算改变。我相信美国会继续目前的平民总统文化，只要我们有宪法，就有最根本的价值观，基本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你登上权力的顶峰，当上总统，你仍然是个公民。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land, the presidency, you're still a citizen. 虽然工作性质比较危险，但每逢总统大选，候选人们还是争先恐后的角逐总统宝座。看来能领导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就算是当个平民总统，也很自豪吧。